还有把这个碎布点燃。来，现在我们把它推到这个燃烧室的中部啊，中部，嗯，啊，中部，再稍微多放一点点碎布加柴油。老李，稍微放多一点点碎布加柴油。少了，还要，放多点，放多点，对对对，这样快少了。最好鱼吃点多吗？现在下料已经在同步了，它有一点颗粒掉进去，然后需不需要开大一点？不用，现在暂时还没有开封、哦、暂时还没有开封、嗯、因为我们要等它稍微燃一下、嗯、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封呢，有可能会把它退席、嗯、所以我们暂时不开封、嗯、等它这个碎布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了，有一半面积着火了、嗯、那我这个时候我们再就开始封了啊，到现在我们可以、嗯、我可以把风稍微看一下，嗯，我只是看一下，啊，现在我都开始送风了，嗯，这个现在送料呢已经够多了，所以我暂时要停止送料。嗯。啊，所以我暂时要停止送料。我要等它差不多燃起来了，我再继续送料。啊，现在已经是大风了。按照我们设定的风量，这个风速已经达到了。